你希唔希望半个世纪之后仲有人记得你啊？我觉得如果半个世纪之后人哋记唔记得我咧，唔系咁紧要喎。但如果就算有人真系记得我咧，都系会同阮玲玉唔同咯，因为佢系喺自己25岁最光辉、最灿烂嘅日子嗰时，俾佢停留咗喺度，佢依家已经系 legend 啦。你会要边个啊？你讲。我依家一死，人哋一定以为我系畏罪。其实我何罪可畏？指示你咁样做嘅，系咪想整死我啫？边个可以指示我？俾钱你咪得咯！唔好成日都高高在上，踎低俾我睇下。